啊，被什么车刮到的？快去！我真的是爱管闲事。<笑>这怎么能这样？问了他不带环，突然间拿到石头抓了过去，我把他跑。哎，当时看他们家居住的条件很差，很想去帮助他们。打扰你人了。其实我有个心愿，心上面所是者。 几号？14。14啊，青椒肉碎饭。啊，你坐下哈。就是哈，好，谢谢老板。洪成木是一名外卖送餐员，他和千千万万名外卖送餐员一样，骑着车穿梭在城镇的大街小巷，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是那叫外卖吗？螺蛳粉的哈，啊，这里用餐愉快哈。然而，除了外卖送餐员的身份， 洪成木还是一名寻人志愿者。需要帮助吗，兄弟？兄弟，你好，你在干嘛呢？截至2021年4月底，洪成木一共直接或间接帮助34位走失者找到家人，其中有27位是他在送餐途中遇见的。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的家在哪里？ 这些走失者大多是幼童、老人、智力或精神障碍患者。你的家在哪里？他们在离家迷路后，游荡于城市之中。走在路上，大部分人并不会关注他们，更不会去主动接近。哎呀，你走呀，你走！然而，洪成木却总是时刻在注意着这个群体。 在送外卖的路途中，观察并寻找走失者，这样的习惯或多或少总会影响洪成木的送餐速度。3分钟，2分钟，差一点要超时。差一点要超时，对，应该2分钟。已经起完餐了，看到那小孩子又跑出来了，当时的话我就怕他又乱跑，当时我就选择报警。 等了差不多20分钟左右吧，送到那个顾客手上的时候已经超时了。到的时候，我再跟那顾客讲，我再跟他道歉了。那我说你要是不信，我把照片给你看一下。他说没事没事没事，我相信你，你放心放心，您走吧，我不会给你差评的。啊，这是给我一种很大的温暖，这样子。今天跑了20几单吧？一般一天就平均是多少？平均的话是30单左右。 我们是一单4块钱，3单是34.120块，3000多块，3000够用吗？像我的话，我是不打牌的，不抽烟，不喝酒，这样子基本来讲还是够用的。作为一名外卖送餐员，洪成木的送餐数量和月收入远远比不上他的同事们，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按他自己的话来说， 是太爱多管闲事了。平时无论看到什么有需要帮忙的情况，他总是会主动的迎上去。阿姨，你是什么车啊？被什么车刮到的？哎，我今天车被刮到的。哦，这小货车，小货车，小货车。哎，车把它跑掉，当时跑掉了。啊，嗯。好好好好。帮忙报警啊，还是打120啊之类的。 那个送餐的，现在警察叔叔都来了，我就要他去送餐了啊！这个，那关机关机关掉，你看一下。你这是什么气体？是安全气体还是什么？没有，这个没有毒的。没有毒是吗？氧气。氧气是吗？吓我一跳，这是什么化工品？哦，没事，这个是安全的哦。安全的，没事，吓我一跳，这是什么化学的？很危险。 我就是爱管闲事，看到有人像你的车门没关好，啊，我就在想，肯定会甩出来啊，没系安全带，很危险。啊，我去跑过去追上去，停下停下停下，你的车门没关好，先关好一下再走。大多数情况下，洪成木的热心肠都能换来善意的回应，但也有时候人们并不领情，甚至颇为反感。 哦，这边那个人已经在我们这边流浪了1年多了。嗯，报了这个。啊，对对对对。
问他有需要放置的话，他说不需要这样子。兄弟啊，你好。这位年轻的流浪者是洪承木的重点关注对象之一，目前他已经在南安市霞美镇一带游荡了一年有余。你晚上住哪里啊？晚上你住哪里？你住在哪里？我有空去找你吧。啊，你这样子在流浪也不行啊，啊，你的家人肯定也会。我就想问他，需要帮助吗？他每次都不理我，这样子有点反感我了，态度拒绝，不和我沟通，问他什么话，他都没有跟我交流这样子。哎，哎呀，哎。那我怎么了？怎么回事啊？什么事啊？等一下，你这怎么回事的？哎呀，你这什么受伤了？这是另外一位洪承木长期关注的流浪者，几乎每隔几天，洪承木都会在不同的地方遇见他。平时是捡垃圾，出现的地方一般在高铁桥下、红绿灯、菜市场。这是怎么回事的？老板，他的流浪者是。有了解到是江西人，到我们这边已经3年多了，通过几次了解他，一直想帮他回家，一直拒绝。问了他两次，第一次问他不理我，然后问了第二次，我问了他不耐烦，突然间拿个石头，他那个石头这样子刷了过去，我把他跑，天哪，一下子差点砸到我，你知道？那时候还是挺危险的。如今。虽然这位流浪者对洪承木日渐熟悉，不再具有攻击性，但是他也不愿意接受洪承木的寻亲提议。一直想帮他回家，但是一直这些看着都很难过。宁愿在街头流浪也不回家，这一点让洪承木不能理解，并且感到非常的无奈和沮丧。有时候觉得我多管闲事，但是我忍不住啊。要回家吧，帮你回家，免费的。一直问他们，反正他们一直拒绝，就感觉很沮丧这样子，在洪承木帮助过的走失者中，有一个名叫乐乐的孩子，让他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个小男孩，我觉得跟他特别有缘，一定能让我遇到事事，讲给别人听，别人也不敢相信。怕哈，现在警察叔叔要带你走了哈，不要怕。在短短几个月里，在南安市霞美镇不同的公交车站旁，洪承木四次遇见了走失的乐乐，并报警把他送回家。带你回家，去哪里？去那边干嘛？我一会儿到派出所给你吃饭啊，他们派出所给你吃东西，好不好？吃饭了，走。但是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怎么让我遇到四次？我就在想，那你这个家长做的太不负责任了。同样作为孩子的父亲，洪承木对于乐乐三番五次走失的状况非常不能理解。2021年4月。他通过寻人项目联系到乐乐的父亲，希望能以寻人志愿者的身份对他们进行一次探访。穿过嘈杂的市场和长长的走廊，洪承木走进了乐乐的家。这是一间被临时隔开用以出租的房子，潮湿，没有窗户。这样的居住环境出乎洪承木的意料，眼前的一切让他一时间有些词穷。希望乐乐还记得我吗？一直乱跑。这小时候发高烧，烧成这个样子的。老家两个老舅都去世了，他妈妈和我离婚了，就是为了小孩子，妈妈不讲话，就是为这种事就走了。乐乐的父亲是四川广安人，他来泉州打工已有20多年，现在从事环卫工作。平时他只能自己一个人照顾孩子，
那比如说像这时候我们在家里走啊，门没关，他慢慢的溜出去就跑了。好多这十多个，反正我们附近的派出所都去高了，石狮、上泰、江南、金龙、浮桥这些派出所全部都去了。最长的一个星期到石狮，最短的就是有些半天，有些一天，直接把公交车。如果是他能读书啊，在学校里面呢，管住他还好一点，但就是。为了避免乐乐再次走失，他的父亲只能选择把他关在出租屋里，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担心他的在家里电、火安全问题，我是最担心的。那没办法，我们要工作要上班了，要吃要挣钱吃饭。他稍微大一点，他也守不住了，但我们也管不了。我们要是年纪大，也管不了他了。读书那个问题解决一下最好，我就安心了，我就放心，他就放心一点。不然他一个人在家里，我就不放心。哦，乐乐，还记得我吗？嗯，要害羞啊。这一次对乐乐家的探访，让洪成木在帮助寻人的范围之外，产生了更多的思考。这个平日里简单快乐的外卖小哥，变得有点凝重而沉默。难过，当时看他们家居住的条件很差，我是哎很想去帮助他们。我之前了解到，有个救助公益金。那些走失者困难可以向项目组申请，我也会联系我们泉州的当地的爱心组织，看能不能把这个小男孩送到泉州的特殊学校。啊，记住了，不要出去啊，不要出去，不要走了，拜拜，拜拜。我能力也有限。我还是很想帮助他们。是洛江区的，这是19岁的患智力的男孩子，19岁，3月9号走失到现在还没找到呢。刷手机吗？我习惯了。早上、晚上有空吃饭，我都要刷头条新闻，上瘾还是有点，我必须承认是有。在自己的帮助下，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得以团聚，洪成木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他坦言，自己对于帮助寻人这件事情似乎有些上瘾。慢慢的，洪成木不再局限于只是关注身边的走失者，而是开始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试图让自己变成一座桥梁，做到足不出户就帮助千里之外的人们团聚。我去年的10月份，帮助个78岁的阿婆，通过网上人脸识别帮她回家。就这样，洪成木在送餐途中时刻关注有异样的路人，在空闲时刻主动对比网络上的寻人启事。对此有人夸赞他，但也有人并不能理解。你不关心去赚那个钱，管那些钱是要干嘛？肯定有人这样说吧。一天比如那个有那个精力去赚钱，可能都赚了一点。在家里，洪成木是唯一的儿子，父母亲已经年近花甲，而他则是全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他爸爸一个月才1000多块工钱，他妈妈可能也是1-2000块吧。他还有一个女儿啊，女儿读书啊，女儿读书，还有这个姐姐残疾啊，有时候还要吃药什么东西啊。家属给钱他都没收啊，每个家属有的给他，那都没收他的钱啊。有人说这个你家庭的埋伏业收起来不要紧了，他说不要就不要，他说我不收这些。近2年来，洪成木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拒绝了多少次走失者家属的答谢金和礼物。他总是欣然地接受别人的谢意，但却对所有物质类的回报都坚持拒绝的态度。因为志愿者首先就是自愿的，
这才是叫志愿者是吗？我既然已经志愿要帮助这些走失者回家，那我就说这钱我就没有意义，而且我现在也有自己挣钱上班，我的承诺一辈子的承诺是永远不收取家属的一分钱和物质上的东西。哎，帮我来问一下水饺吧。水饺。水饺，嗯，这边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经济实惠一点，啊，就说我们一天挣的钱也是100来块，100多块这样子，啊，都是省一点钱吧，是吧？经济实惠，能吃饱就好，就这样子。9元。我对物质上也没什么过多的要求，人家追求的是房子、车子，我没有。其实找人就给我最大的快乐，我就看到那团聚的时候，天哪，我那时候那高兴一个晚上，还要喝，有时候还要买一个啤酒庆祝一下，真的，我没骗你，真的非常开心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举手之劳的，有时候我们小小的一个举动就能帮助走失者第一时间回家。哪个小学啊？南安市。对，加奈伊。哦，你休息。怕哈？警察叔叔要带你走了哈，不要怕。其实我有个心愿，天下没有走失者，